Hello， 大家，我们要来肯德基，他们今天才上市的珍珠奶茶。好，我们就先来喝它的珍珠奶茶。它单点一杯好像是65，然后我们家套餐它是变加29元。嗯，对，珍珠用一包一包这样装着，所以我们刚刚看它加的时候，它是用袋子，然后直接加到里面。贴纸真的好可爱。纸吗？这哪是贴纸？杯子啦。那很像那个阿萨姆奶茶。嗯，然后它珍珠好硬哦，又不是 Q 的。它应该是那种就是珍珠先煮好，或者是外面买的那种，就是它不是当下就是现煮，所以就觉得不 Q 哎。其实你可以喝阿萨姆奶茶就好了，对，不用来这里买。奶茶是好喝的、啊，然后我刚刚点是它这一杯，然后配那个卡拉鸡，这样是99，那个薯条是我另外加的。我觉得最大的败笔是它的珍珠。嗯，不行，还是喝饮料店的珍珠奶茶比较好。如果1到5分，你给它1.5分，你给2分呢、哦？那我给1分好，1分。因为它的那个布丁可能比较不雷，这个我觉得蛮雷的。可是如果想喝喝看他们的珍珠奶茶，是可以来喝喝看啊，就是不会回购的那种类型。所以我们还是吃它的料理吧。觉得它的薯条很好吃，鸡块要配糖醋酱。麦当劳糖醋酱的。